欢迎回来，明天就是除夕了，每一次到了过年，民众都会喜欢去买刮刮卡或者是彩券来试试自己的手气。而台仔除了推出中奖几率高达70%的刮刮卡，年节期间大乐透也会天天开奖哦，是加码了100组100万元的大红包，也让大乐透预购金额现在已经是大幅度的提高。而业者表示，这业绩至少也成长了30%。一叠又一叠的刮刮卡堆了满桌，台彩趁着过年推出各式各样从100到1000元不同金额的刮刮卡，其中一组大麻将中奖率高达70%，有民众幸运刮出100万奖金。其实选刮刮卡也有配包，有的客人他都喜欢挑双双对对大富大贵嘛，吼5566 7788，吼那有的人就偏偏喜欢挑那个0414，别人不要反而会有大奖。不过这密密麻麻的数字要怎样兑奖才能兑得快，老板告诉你秘诀。我们店家都是从英文数字来看，比如那个100块就是 100, 就是HUN, 200块就 TWO, 1000块就 1000, 就是 THO, 所以我们店家都从英文数字来辨别。刮完刮刮卡再来看彩券，台彩新春加码，从除夕到初二大乐透加开100组100万元的大红包，更首创年节期间天天开奖，让大乐透预购金额大幅提高，也让彩券行生意抢抢棍。就是推出除夕、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他都有加码100组的100万哦，所以很多客人来一次买，他就买除夕、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就全部都买，所以对我们的业绩大概提升了3倍以上。过年期间，民众何妨花点小钱试试手气，为自己赚进红包钱。三立新闻余晨武、陈怡杰台北。